我现在到啦，刚刚司机送我到了这个地方，我们现在进去看一下吧。这会儿的话11点没什么人进来了，然后一楼的话还真的有蛮多好看的，你像这件，然后它这个是紫色的这一个，然后它的号码也都很全呢，我打算拿一件试试。但它这个我觉得很搞笑哎，你看它这地方写的是价格是人民币，然后这边有打折，有新的门。这件也很好看呢，就是那种小田园风的，然后你看长成这样。然后它这一件的话是有零 P 的，打完折以后是500，这个我们也去试一下。然后那边也还蛮多人的，这上衣很便宜，才300刀。这个款式我感觉真的已经出了蛮久了吧。然后这个小吊带还蛮好看，这个 OK。 然后这边这个也跟我刚刚拿那一样，我们上楼看一下吧。这一件也蛮好看的，而且这件打完折才200多，好便宜哦。看一下，哎，你看它价格280，我觉得还挺划算的。它这边有多了一些其他的新品，我们看一下啊。这个系列也蛮好看的，给你们看，这个好漂亮，它这上面有很多这种金丝，还挺漂亮。这个我打算试一下，看一下价格。这边的话是595，但是它真的还蛮重工的，我觉得。我现在想要试一下这一件，觉得这一件好漂亮哦，是不是？真的好好看哦。是不是很漂亮？这个我自己还挺喜欢这个，我觉得这个打折应该还蛮划算的。去试试这一款的话，还有一个长款，这样那个好看，哈哈。我觉得这个虽然它是一个长的，但是它的价格会更便宜一些。这边有很多新品，蛮好看的。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排。这一排的话我觉得好像也有一些新的东东，真的有很多新品哎。反正今天的话就是所有的折扣品都有在打折，这件蛮好看的，这个是好像是我朋友之前买的那个豹纹款。然后这一层，这件好漂亮哎，600刀还挺划算的，我觉得。哎，我觉得摆在这边的这几条裙子挺好看，就这条裙子蛮好看，这一条好漂亮啊，就是那个有很多渐变的那一条，它这个也是一个一码，然后打完折是500，然后500折完之后400，我觉得真的还挺划算的哎，这一条。好漂亮啊，这个可以买耶，这条你看，写给大家扛扛。好，觉得这个也好好看，就你看它的这个面料上面是有带这种金线是吧，我觉得这个好漂亮。我们看一下价格，500的话打完折就是400一条，我觉得这个也蛮好看的。看一下我选的这几件啊，第一个是这个金色有点小豹纹的感觉，我还蛮喜欢的，因为它是 Zimmerman 他们家这个最有名的这个丝的。然后另外一条我也挺喜欢的，就是他们的这个比较重工的这个系列，就它是这种金金扣的，但是我觉得它这个配色真的很好看。然后
第三条的话就是这个，这个可能会有点花，但是我觉得它好便宜。第四件就是这个紫色的，然后这个是腰部有点镂空的感觉，然后最后一件就是这个花的，这个也是它料子很舒服，然后也挺便宜的，所以我们来试试吧。穿上了这一条，给你们看一下，它的长度是很 OK 的，然后它的花色真的是太漂亮了，就是很美那种，因为它这个真丝里面还带这种金线，然后它这边还配了一个这种一个蛇头。我觉得这一件衣服的话，现实生活中看是很好看的。你们看一下，这现实生活中看是不是就很漂亮？感觉。然后这件是我们的第二件，这件的话真的好漂亮啊，就是很重工，但它真的零 P 我是记不上的。就是好漂亮啊，我好喜欢就这个粉拼橘的这个感觉，然后它的这个重也还蛮重工的，可以看出来是一条好裙子，但是它真的好紧啊，我后面根本都系不上，刚刚让服务员帮我使命的把它系上，真的太难了，我也是穿上零 P 的人，整体我真的很喜欢，它没有很长，就是长度也很 OK。给大家看一下这一件，这件的话是穿进去的，它这个腰比较高，然后呢袖子的部分是这种很宽敞的一个感觉，但其实不显胖了，然后整个裙子它的裙长也是不长的，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后背我不是很喜欢，它这个后背是露背的，露一半，就是露一半这种感觉。总的来说我觉得效果不好，穿上效果 OK， 然后这边是有露一点点腰的，然后前面的话其实有点显小肚子，整体来说是好看的，对，侧面也是，而这个腰的地方是好看。大家看一下这一件，这件就是那个巨花的，但是它的这个材质是 Zimmerman 那个比较经典的一个真丝的，然后它也是有做一个露腰露背的设计，所以这个应该我也不会买吧，我觉得有点太露了，但是整体呢这个衣码穿上是好看的，给大家看一下长度也是到膝盖的地方。